你有咩解釋啊？冇。點解你要咁做啊？我同阿田冇感情，我只係利用佢控制茂光集團。阿田，要向上爬就要使一啲手段。我利用你入蔣家，坐入茂光，都係一種手段。同女人上床都係一種手段。 我明，你有好多疑惑。系，你系睇错我，我一直都喺度利用你。你有冇中意过我啊？如果中意嘅话，当初喺法国，我就唔会放开你。但又唔可以话一啲感情都冇。同慢慢到依家，连一啲感觉都冇，连上床嘅兴趣都冇。我唔信啊！ 我唔信你唔系咁噶，由头到尾我都同你讲我唔系好人，但点解你唔信？唔好喊，唔值得为我喊，你流几多眼泪，我都唔会有感觉。 人类从来都系禽兽，老虎为咗争地盘会杀死自己仔女，螳螂交配完会食咗自己伴侣，蜘蛛会食咗自己父母，一切都不过系自然定律。人杀死自己老豆，其实亦不过系一种自我防卫嘅本能。所谓死亡，不过系俾天命运交掂，然后个天决定去留。我从来冇主动权，都系随波逐流。 多谢你咁有心嚟探我吗？你阿妈临死之前同我讲，你老豆系你杀。阿妈有精神病，你都当真？我谁知你唔会？但你唔信我，呃到我又点？你呃到自己咩？我终于知道点解你成日呃我。Hugo，童年不幸唔系借口。 你而家系杀人，系咪老妈喺你面前点讲？阿咪冇乱讲，你搞到佢家破人亡，你对唔对得佢住噶？你 Abby 最脆弱嘅时候，你乘虚而入，你系咪人嚟噶？钱系咪真系咁重要？可以连人性都唔要咧？我只系要证明我钟小仁系得，我只系输在起跑线。如果我有蒋元龙、蒋成先嘅背景，我可以比佢哋更成功。事实亦都证明我比佢哋叻。Sorry。 你只系证明你比佢哋更加狠毒，系你对我误会太深，其他人点睇我唔介意，我净系介意你点睇。我要你知道，由始至终我只系爱你一个。我受唔起啊，因为你最爱嗰个系你自己。唔系，为咗你我可以放弃一切，可以放弃谋光，我已经同阿B讲清楚，我会搞离婚，我同你可以重新开始。所有嘢 都结束晒噶啦，究竟系你傻定系我痴啊？我点会仲中意你啊？你仲着紧我，你仲嚟探我阿妈？我探你阿妈系因为我尊重佢啊！ 你听住，我唔再中意你噶啦。不过我好多谢你。如果唔系你放生我，我都唔会睇清楚你系咩人。你已经唔系我识嘅中意，又或者我从来都冇识。我冇变，系你变咗。系咪因为你抽筋？唔关任何你事。我唔信，一定系你抽筋。系啊，睇佢咁点啊？你呢一世都唔会救佢，好得未？ 你对我真系一啲感情都冇。好，明白。既然系咁，我都唔需要对你哋。你固定你自己先啦，偏有眼噶。喂，我唔识得填家子喎。我唔系你秘书喎。 系，但系你我女朋友喎。系，但系你问阿 K 啦。帮下手啦。哎呀，好肉麻啊，搵人识冷气啦。喂，话时话，封媒人利是仲未俾喎，嗱，林下。唔好意思啊，咪哥。咩事啊？依家话 Sir 嚟揾咪哥你同埋小田噶。我袁小田，咩事啊？蒋元先生，袁小田先生。
我係商業罪案調查科高級調查員吳俊傑，我哋有足夠證據懷疑你哋非法入侵遠博電信以及茂光集團嘅電腦系統，而家想請你哋翻嚟協助調查。袁小田先生，根據遠博電信提供的資料，在上星期一晚上10點至11點半，他們的電腦曾經被黑客入侵，而 IP 是來自 MyApp 的電腦。我沒話說。袁小田是你的員工，是不是你指示他的？律師來之前，我有權保持監禁。蔣先生，你涉嫌觸犯刑事條例，有犯罪不誠實意圖而使用電腦，請你同我們合作。我是蔣元和袁小田的代表律師，我要保釋我的當事人。黑客侵入茂光集團和遠博電信的電腦系統，是不是因為私人恩怨啊？定是商業利益啊？盜用了什麼啊？案件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方便回應下各位。不用問了，我蔣元做事對得住天地良心，沒有回應。